定期性还贷款一千元，停了五年就好了。先拿到以得天为先，以文化为辅。先拿到以得天为先哦，以文化为辅。像你把出电视，哦，你读到博士，你读到社会，你都我都是见得。所以爱德行的代志太浅，文学的地位后边，好地啊，好地爱上亲人在先，学问搭摆在后边。那讲，地主就得下出这题，定义性和爱上与亲人，先扛地做了，有时间他过来关注的，朋友无聊。咱境界咱了解，境界了了解，学问一好以外，还有一书属于一学，为学才能突破障碍，学叫突破障碍，做了后时间还有学，还有一书属于一学，你在孔明先生诶，盖这书大功啊。稳住纪言，精益求精，强于优点。为大别不为廉耻，为廉精不为低贱。无学输精了，财输学了。非学不为功财，你无学你的才华会作画。为精不为成学，你学不精。你看这一点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电脑不要骗你，你不要骗他，不要背了，乖乖，还不得来不嘛？还回到这小男人，变成一些空降，变成一些空降，这等于王某云先生，那那块块点点点那块，他在给我在做做一半，啊，改不了，伊那边看钱，人家做这样来看，来，你带人讲公布低了，做低了处理，他做处理，啊，不讲嘛，这个唔知啊，唔知，所以咩低高点，根本唔会做，唔知啊，何况不讲这个，都唔敢讲。看一回，心里白毛根就没有。这是在打击啊，我袂明你呢。所以，为情为性啊，多情。他以下不会公仔，你无他，你办不成。你唔知他安怎行上去的啊？哦，所以咱们进来了解。为学才能突破那个障碍，干了学，当然将来才会突破。啊，是的，对是特别多，啊，一些教法。只有学，咱就能突破那障碍。不然的障碍呢，我能突破，安全我就不能突破。做完，学习之业，一定忠心如落者，不如落之莫啊。咱今天就这样，同心无忘，敢讲啊！你的障碍点是哪里？你不能跟我回去，你在你是什么地方？跟不上我。学习之业必有用心，精学习。必有用心，如墨简单。不如墨寂寞。咱的待遇未到，但是咱就是不如伊的好啊！一无是是物件，比迄个物件咧自身本体，和咱孔夫子都是一样，必定有，必定有忠心，如我孔，无啦，伊的物件咧自身啊，伊的自身本体，伊的自身。阿西玛利亚，阿西玛利亚，
伊袂去用兵马去啊，去用兵马，兵马伊个安怎？哦，你个啥？这个是啥？你问主咯啊？啊，叶公啊，叶公问主咯，伊讲主啊，主咯不答，我别我别讲阮先生到底怎样，我来甲你讲阮先生无一代都无一代，你也讲阮一个人呀？我来讲阮先生安怎样？我讲阮先生。恭喜你！你下不乱，你下来好。有钱了，发愤无息，乐于忘忧，不知道之将至。真是个传人。伊讲凡所事，饮水却讲于政治，乐在其中，不疑于魂枪，不疑于魂啊，不疑于魂枪，无我如何啊？哦，不疑之在。哦，吃饭无光做饭，他有这个心胸，他有这个了解，才能维持啊。你们在这里几十年的时间，不这样做可以吗？我让那个行，我是有做的。哇！圣人恁就是安尼行来，几千年来的人就是念念不忘他，念念不忘孔圣人。如果一门更加教育有余者，所以家己千万应该了解，应该了解。所以嘛，讲啊。我再来讲，因德在低处方，修德呢，修德不可天高在，那就需要积极的，也是看点，不可天高在，因德在低处，都苦想的，一经六十四卷，独独牵挂，难谋解决。当然，大家听的人知，一经六十四卦，独独强卦，然后开局，第三强卦，第三强，哦，第啊三，第，这第三强，第本来是山顶面，可是山比如啊是地顶，我跟你讲，唔怎样。讲这个世界看得到的山无管，在迄个海底看得到的人管。啊，我唔知啦，我是看迄个报纸来报。哦，这个地嘛，第三嘛，哦，这个山嘛，这个分矿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地嘛，这个分矿嘛，第三天，哎，今晚咱今仔日是哪都。一定要学到安怎样？学到强强，啊，分子，内心也强，行为也强，强强达成一个分子。啊，那是的，你们讲你不着急啊，是个心宽大量啊，心也强，行为也强。Yeah.